弟兄们听好，有什么威严，大家留意一下。俺是指虎弼、陶玉成、列兵黄汉卿、少南兵李自飞、一等兵遭此孽，列兵赵小山。俺是山东临沂平邑中村的，俺娘叫卢孝厚。江西面就像进条陷阱，将来不知道谁来比他们熟悉。 一个人一个名，家里派位早就立好了。既然到了这儿，就要有必死的决心。等我死了，你替我。Japanese are coming！ 他们留守之际，本就是做给西方诸国的一场表演。俺们就这么定义这场战斗。他们也防空楼梯，高一打，我们都全完了，给我吧。 传讯说，气球打穿了，兄弟们辛苦。那是你们，接下来的队，那是你们中间要的。黄金点，咱怎么招人呢？不被他们理，不能。我来领。